今天很谢谢你们来大河岸看我跟问方，然后还有这群要瘦不算瘦，要胖不算胖的乐手。我知道今天是礼拜五，然后所以应该有很多的同学们应该没有翘课吧？没有。请假，请假。今天是黑白配，所以我穿了整身的黑西装，然后帅，我知道。其实大家看这样很黑，其实我脱下来，就算裸体也是这么黑。大家看不到的地方都是黑的，我就不多说了。今天的演出呢？新歌有几首，然后也会给大家一个也不算惊喜啦，但我现在先不能说。然后我希望，我刚才在后台，我知道你们非常非常的热情。哎，你这个很吵，所以我们今天一直歪哦歪哦歪。好，你测。我刚才讲到哪？歪哦歪哦。不是这个歪呀歪呀啦。你们很热情这件事情，所以第一首歌呢，如果一直有来听我演唱的朋友们可能有听过这首歌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浪费你们的热情，并且在今晚的这个时刻就把它全部的耗散掉。是耗散，因为释放的话还会有所保留，耗散的话就什么都没有。不会，然后某些人的 脸上我就可以知道你们都没有来哦。他怎么会唱大家有听到吗？其实就是这么简单，把我当做你们的宝贝。 Come on baby, baby 我怎么入睡入睡，你们是不是有别人？好不好？人太拥挤了。Baby Baby 陈一如，陈一如，有人在叫陈一如是Baby Baby、叫的我心花怒放，小鹿乱撞。好的，很开心，好吧，今天希望大家就来看我的演出，没有别的，没有什么细腻专业。没有啦，有啦，当然他在瞪我，当然细腻跟专业度也有，当然我最希望的就是今天大家很开心的来听我唱歌，然后很开心的回家说真秀有那么好笑啊，但是都没有人提说他的歌怎么好听啊。好啦，第一首歌先带选的音吗？第一首歌自导自演。